先我要感谢球迷朋友们的支持和关心，那在我的网球路途当中也有很多贵人的协助，那在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对他们表达感谢。而今有台塑网球蓝星计划，那我在这边也勉励获得赞助的青少年选手，要心存感激，然后努力不懈，然后往自己的目标前进，也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梦想。在台塑的赞助下，七月台湾有男子的职业赛，那也希望所有的选手能够把握这个机会，争取最好的成绩。那也预祝赛事顺利，那希望和大家在那个时候相见。